好，我是林立仙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娜。Hello。我们今天要玩什么？这个。这是八月号的巧连字，我的伴，我的一百分爸爸。那我们现在要做领带和车车，是领带一百分的爸爸，所以要贴徽章，对不对？妹妹要做的是车车，送给爸爸，最棒的爸爸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正在拆解，把它先剥剥下来。比较简单，他只要先把两边连起来，然后再把奖章贴上去就可以喽。他这边有，你是一百分的爸爸，你是最厉害的爸爸，你是万能的爸爸，你是最帅气的爸爸。那我们的爸爸是哪一个呢？全部，全部哦，这么赞，这个剪都剪不下。爸爸每一样都有，所以他每一个都要贴上去呢。贴好了耶。我去送给你亲爱的爸爸。林婷安娜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在写卡片给爸爸哦，上面写什么？爸爸我爱你。你不是有学了吗？哦，车牌号码5288，我爱爸爸。是吗？可以啊。那把它贴上去了吗？下面要贴他的车车，好了耶！你的是什么？车车打开来，来借我。车车打开来，里面是什么？送给最棒的爸爸。背面呢？爸爸我爱你。都做好了耶，我们拿去送爸爸吧。Go！ 哦，这是我的领带耶。扣到嘴巴了，这是我的爸爸节卡片。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爸爸父亲节快乐！送给最棒的爸爸哦！我有新的车，车牌号码是我爱爸爸哎！谢谢你们，我看爸爸。